终于拿到演唱会票啦！之前讲只是看张学友演唱会哦，现在有个刘德华演唱会，我终于拿到票啦！美，你在这需要你啊！来，很忙，快点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看演唱会了，刘德华演唱会，等等。走，let's go，快点，走吧。就是很激动，等下我们要去看刘德华演唱会了，现在就 on the way， 代表现在是6:11，我刘德华演唱会8点，所以我们现在6:11过到去就找个很美美的 bucket，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吃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尖叫， OK， 我们现在走着去啦，人山人海。2021，有墙啊，到，有楼梯嘛，到。